我以前真的有练过，太久没练，可以了。你已经路径五分钟了。有练习还是有差啦。那这样我们要玩那么危险的？不要啦，你是自己在那边玩，你自己在那边打自己啊。不是你们叫我去打的吗？没有，我刚才说，所以我们这他是玩这个双面，不是我刚刚第一个是这样嘛，第二个是这样嘛，我就没跟我看嘛，我还在上面玩中间敲这个，就敲到这个，左边有两，已经路径五分钟了。有练习还是有差啦。那这样我们要玩那么危险的？不要啦，你是自己在那边玩，你自己在那边打自己啊。不是你们叫我去打的吗？没有，你自己爱秀，而且打这边就算了，你还要打这边。我都很担心，我有练过嘛。对啊，我刚才说，